接下来给大家录一首神曲，名字叫做《历史课》，然后。和吕布，历史舞台大人物，吕布为他着了魔，勾结王允杀董卓，杀完董卓投袁术，胯下战马叫赤兔，杀敌斩将已无数，山鹰无法挡他路。要问山鹰哪几位？关羽、张飞和刘备。山人尊兄又到地了，救救桃园山结义。刘备又叫刘玄德，誓死要把江山夺，赵云也把他辅佐，山不茅庐请捉国。说完山国讲学府，山东梁山雷战国，农民起义抢国土了，拼命要为民做主。梁山宋江是大王，人称笑影黑山狼，狩猎指挥能力强，武术不是他擅长。二哥名字叫武松，练就一身好武功，人送外号叫行者，愿为兄弟把命舍。梁山好汉正风那，群众我寡不惧怕，金石都变成白发，他的美名传天下。草枪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拍在他三趟，梁山一百单八将，我来把他们外唱。陆云龙东升圣，买个手机叫 iPhone， 小李广是花荣，弹弓比赛他参雄。母夜叉孙二娘，就爱欺负我这口口青面兽，是从广安顿的阎王何以至，八和尚裸着身，带着链子开大奔，阎连罗阮小七，陈天成熟打飞机，小旋风是柴进，坐着地铁玩微信，这个屌丝真给力了，青龙白虎身上印，毒火星是孔亮，爱吃大葱蘸大蒜，矮脚虎是王英，蓝的居然蓝夜精，伏天屌是李应，身上八十多种兵，而且全都是恶心呐，随时随地要他命。神火将未定国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跳涧虎是陈达，走私毒品抽大麻，九尾龟是逃亡。哎，这个歌词不对呀、啊！我发现我的歌词不对。